我要微辣，微辣，对不起。哟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乌拉拉，这里是文和友。突然来人这么多的地方，有点不太适应，有点拘谨。前两天我看国庆，有好多博主说这边排队发到了10000多号，然后还排不到，就特别痛苦。出示完健康宝就可以进来，一位。但我现在不吃，我先转一圈。等一下再给我拿票吧。OK。不，冰箱贴一个。我不能说这地儿我很熟悉啊，因为前两天我刚说过我是00后。筒子楼，卡拉 OK， 歌舞厅，龙虎洗浴，龙虎泉浴，浴城，这就到了吃饭的地方。哎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冰糖葫芦，没有放老北京三个字。烤螺丝，茶颜悦色，我又看见茶颜悦色，也是排队的状态。我靠，这边更酷。逛城荷花虾，这边钓上来，然后那边现炒。啊，去吧，这怎么到商场里了呢？好奇怪，穿越了，走个秘密通道，一个旋转楼梯上来。全是吃饭，我好像是绕了一个圈儿，这里面反正就是都是一些80年代的东西，作为乌拉拉来讲也没有任何共鸣。叫做野莉亚接机还行，我打这打得可溜了。哎，不是，我不会打这个，我都没见过，第一次，真的。接下来到了吃饭的时间了，我得赶紧去拿个号，毕竟就是势单力薄的，就一个人。上三楼，上三楼啊！我刚从三楼下来，然后我到一楼来拿了个号，结果给我安排到三楼。这哥们们都，我的妈呀，都特别感慨，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到了三楼，在这个地方吃饭，票给谁啊？一个呀，一个小哥帮我安排去了。我们好多人还说要这个口罩的链接，这个口罩就是名创优品 MISO， 10块钱一袋。这口罩多丑啊，显脸大，别买。我靠，这么大个口罩，那个。安排了一下，特别棒，还是冷柜，冷柜里还什么都没有。哎，我发现我跟绿色特别有缘啊！你瞅，口味虾走一组。哎，口味虾里面有多少啊？19只左右啊。我们吃八碗是吧？哎，我要微辣，微辣，对不起，微辣，怂了，他不能做微辣吗？不能。我多要点饮料就行了。多要点饮料还行。北冰洋啊，我知道北冰洋，我的意思这儿也喝北冰洋啊。他这儿也喝北冰洋，特别亲切。怎么有冰封呢？哦，牛油好吃啊，好吃吗？就全是油，没有肉。饭这个分量大吗？不大。我靠，那么小啊！臭豆腐来一个吧。先帮我把汽水跟啤酒拿一下吧，谢谢。反正以后在湖南地界，别人在问我吃什么辣，首选肯定就是微辣，就先怂一手。然后如果觉得不辣，再加，对吧？你不能一上来就说啊，我能吃辣。蒜波男孩被辣椒击败了，这个不是击败了啊，这个就是我大意了，疏忽了，片面了，鲁莽了，唐突了，是我的问题。有人说西红柿炒鸡蛋也放辣椒，吹牛逼的吧？不是，那个开玩笑的吧？我们来问一下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湖南的西红柿炒鸡蛋也放辣椒吗？没也西红柿炒蛋啊，我知道，就咱们这儿平常如果做的话也放辣椒吗？西红柿炒鸡蛋。不放是吧？好，谢谢。吹牛逼呢？哎，不是那个开玩笑呢。人家不放辣椒，我刚证实了一下。哎，谢谢。这么大了，这我都吃了吗？闹呢？10块钱。哇，我特别喜欢这个味儿。我是不是有病啊？烤这么多辣椒，疯了。这吃完得死了。没问我要不要辣椒，但臭豆腐是真的好吃。我能想象到明天早上我坐在马桶上那种酸爽。我不吃槟榔，对不起。我现在整个食道都是火烧火燎的。牙齿做美白了，
那你得问我妈。我这牙不仅白且齐，我的瞎来了，不能吹牛逼。刚才您给我点那个，就是那个叫什么牛油，那个能放一点点辣椒吗？哦，我要微辣，非常微的辣，微辣啊，一点点辣椒，一点点。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我要一点点辣椒。这凉粉还挺丰富的，葡萄干、山楂、小丸子。这瓜子仁能不吃就别吃了啊，各位，全是油，这瓜子仁。我都吃这了，我还怕这点瓜子仁，真有意思。猪油拌饭小朋友也来了，米饭我先放一边，我先吃，我想想啊，我先吃小龙虾，因为它辣，然后呢一辣我就喝凉粉，再扛不住我就吃米饭。我这聪明的小脑袋瓜，量不大，十几只100多块钱，理论上来讲这个东西贵了。没有头吗？这虾都没有头。嗯，好吃，是吧？味儿没得说，就是个儿太小，这个辣可以接受，可以，好吃，真的好吃啊！越来越辣了。好了好了，没了，吃完了，解个了，嗯，真的解了，跟冰粉有点像，我的嘴疼啊，猪油拌饭都硬了，我是不是刚应该先吃这个？南方的米饭都特别好吃。嗯，好吃，这么爽，哥，真的是牛油。真的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巨棒！这顿确实特别过分，然后明天我肯定会蹬个腿，有氧2个小时起步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我就不配做一个吃播。今日消费200元整，好的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